嘟嘟的提问好犀利，你刚刚是不是穿了增高液？我一下子就输了。宫野静吾是不是不行？又问这？不是。这就不能回答，这个就很难回答，不是吗？就当这个不能回答，当然了吗？不能。你为什么也就说当然？来替他问一个，邓为是不是你搭档过最帅的男演员？当然了。哇疯狂，大家有没有疯狂截屏？有。我真的不知道。线下发糖，线上要看剧哦，大家今天晚上要记得看剧哦。好。时间。好。谢谢两位，然后我们。Round one. Round two. Round three. 看春光，明啊咿呀摇摇晃，欢乐笑，一幕红妆压群芳。相信一场，一步一宿又何妨？烟雨飘荡。看春光，明啊咿呀摇摇晃。最后感谢帅哥靓女。星光坠入眼睛，你坠入我心底，还下着许愿，原来你就是那颗流星，翻开我的秘密，期许你发现所有温柔为你藏匿，沉入你的爱意，像更深入沉溺，连同着呼吸都能感受到的甜蜜，两座孤岛相遇是缘分的际遇。因为肖领不是上班族的时候，就是不工作的时候，但他不工作的时候就可以看书啊，陪叶冰裳或者跟叶冰裳一起看书。
二十。哎，够买爱的吗？什么都行，这都行啊，行。哦，只有一件的嘛，我觉得不太符合殿下的。那你可以选择一个地点的，全都要，全都要，全部 D 选项就是 A B C 都有。那我们的高明殿下会怎么样？他又答对了，80分是他的。萧凌这么有钱，叶明裳想要什么，当然都会给他了。只要萧凌有的都会给叶明裳。哇，你们四个已经勾兑过这个答案了，怎么什么都二十？如果非要选，叶冰场你来得好早哦，冰场你来得好早，我的冰场竟然亲自化妆，亲自还洗了个头来见我，一定是非常重视我。了，萧殿下回答是，冰场不管做什么都是对的，是我来得太早了。哦，不愧是你，那你对嘟嘟老师刚刚的回答？满分，毕竟冰常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对的。好，单纯因为爱，单纯因为爱。萧凌好单纯，不愧是纯爱战士。那我们嘟嘟老师，你觉得会是？我觉得都有，很复杂，都有，都有吧。哦，刚刚不是说 ABC 都有吗？这二十从哪儿来的？是因为爱吗？是，对，因为萧凌单纯的相信爱。好 ，C。因为我看到网友说天官的造型像垂耳兔，那个双鸭飘带，垂耳兔。哦，百分之百，因为在萧凌的心里，他也是认为叶冰裳是非常爱自己。哦，这有点犯规了，百分之百。对啊，这个、我这个满分20分，我都想给你打40。这个比例，觉得挺难的。对萧凌的爱，其实百分之百也说得通，因为他还有另外100%是爱自己。对这幅画的一个评价是什么？请问老师宽大厨，大家看得出来画的是什么吗？画的是什么？荼蘼花。哦，因为第一次见到叶冰裳的时候，就是她头簪荼蘼花的样子。哦，那个画面是永永远远的深深的印刻在萧凌的脑海中的。早知道我画一只山茶花就行了。行，那苏老师给简单介绍一下画作。我试图的去画微微今天的。我你已经很大胆了。微微今天的发型虽然说不太像，希望邓老师可以宽大处理一下这个。因为要打一个分数的话，我希望是10000分。哦。那我这边如果打一个分数的话，就是20000分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画得很用心啊，虽然可能不是那么像，但是看得出来非常的用心。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下次再来哟。好，好。你爱我，要不停地说，不要虚假内容。错是谁犯的错，千万别怨我，最讨厌说借口。
世界装作一无所知，很傻很懵懂，直到现在一点真心都没有，就算说的一见面也不是很有用，你始终追求的还是自由。曾牵挂你离开我之后，是否按时吃饭，最想念